我们既然我们东游记已经改成四季红，我们是不是要再检讨我们这个是不是在办的话，来每个增加次数？啊，因为哦，我知道说我们公所可能在经费的部分，因为我们要吸收一些部分，为了经济繁荣，为了促进经济发展，但是咱嘛爱个人的安全，十一点就来摆。本来其实是因为阮较聒噪，所以感觉上整个气氛带动，要不然大家死气沉沉。黑足暗的呢，我们那里也不怎么亮。本来是阮家己嘛淡淡起来，我感觉嘛足淡的。啊，这两发生问题嘛是咱的责任啦。我即摆就讲，我们可不可以这个部分，咱来想一下办法？因为咱明年都公示的啦，你没有办这个，难嘛亮啦。班嘛是念，人嘛念啦。啊，尤其阮做代表吼，阮压力有够大个，选民咱拢甲阮算呢，食无够力啊，凑一桌啊尔，讨七讨八，阮实在足可怜的呢。我们本身也没有，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我要来谈？我是不敢一讲，我们真的没有作弊啊，我们是真的是一人一桌啊，不然要怎么办？其实我们都说每一年啦，不管是在场地，那或者是彩色硬体设备表演活动，我们都有在持续的努力在改善中。那像刚刚代表所提到那个厕所的问题，我们明年一定会纳入改善，就是让就算说是提早来排队的民众，也可以有一个很完善的